哎呦我去！我三十元，你是在要一个武魂还是找钱啊？找钱。我家住在太平洋，地方太大，常下的时候都要用挖掘机。找零三十元。好，没点吹牛的本事还不能做生意了。你呢？开始吹吧。我不会吹牛，我不买嘛。吹牛的。哎，老板，今天我要把你的斗罗超市全买了。大圣，我的斗罗超市可价值一个亿呢，你准备了什么吹牛的话？我有一首吹牛歌。我家二环有楼房，我家好车好钱，我有好几家银行，我有好多丈母娘，我能当隔壁老王，俺能把胸俺摸狂，我能吃一斤砒霜，我能救活我大郎，谁是我？我是谁？吹牛从来不怕谁，我能让驴蹲水杯，我跟毒蛇亲过嘴，走过南闯过北，火车支付一亿元，居然值这么多钱啊。再次老板，现在的斗罗超市是我的，这些武魂都是我的。点击下方抖牙视频关注一下呗。